先写这个中间这个白要写的相对要窄一点，不要太宽，要把上面三个部分要安排的合理，所以说不能写的太宽，要相互避让。左右两边那个要向中间靠，这样使它更加紧凑，不要太大。这高低都不能超过这个中间这个白，要稍微矮一点，这个稍微突出。白字的话写的窄一点，高一点。下面这个横要写的长。对应完之后，向右上方斜行笔。收笔要重，起笔要重，中间稍微轻一点，竖钩在中间。要垂直，要粗重一点。勾上去，两点向中间向上靠拢，左边点要轻一点，右边点要重一点，要有轻重粗细的对比，要饱满一点。这个笔画要细要长，这些笔画要粗，要显得厚重。上面三个部分笔画要微细一点，每个部分要写的小一点，不要写的太大。